的第二种控制，整体阵容算是稍微完整一点，只是说危机的问题是他这个阵容容错率没有那么，直接先嘲讽两个，平野绫是有治疗的。哎，平野绫，平野绫这个位置太靠前了。这的话闪现嘲讽是被花花给躲掉，变成交闪现往后撤，轮巴已经把一血拿到了，而且的话大招是拉中了盲僧，然后被拉回来，最终人头是康帝拿下，然后换了一个技能。哎，但是要不要这么怕呀，塔姆就在身后，稳健吧，感觉应该不会被秒啊。这句话车厘子是用闪现大招换了一下，这些神妖系里早一套，应该是下到一个半血，回头定住，转手链定住，给他说最后一下，花花说要这的人头。回头继续打一套，这个位置叫一个闪现，也拉一下身位。不过这里的话，感觉加料不太能走了，加料被拉到人群之中 ，Les 收下了人头，有察觉的。是安小好的，唐僧正在旁边，蝎子也在旁边来了。这话稍微拉一下，能量不多，哎，这个开车被打断了，直接 R 打出了一个隐魔刀，回头拉一下，这个位置拉到是一个盲僧，但是两边都没走，这下闪现一个 Q，这边是收掉了盲僧人头，不过旁边。这个凯南过来还是一个大招，收掉了阿卡丽，闪现卡丽这里想走，旁边有个塔姆可以接应一下，但是塔姆旁边有一个是一口可以闪现下龙坑吗？这好像是换了，卖了，这个再见了好像，这个应该是准备分配一下人，还有一个治疗，塔姆是有治疗的，哎，给抢救一下，加强一下，一 Q， 我 Q 就收掉了，一个加强的 Q， 这边 Krama 是收下了这的人头，是塔姆二度开车直接过来。因为下路瑞兹把兵线带过去了，所以说中路这个人头砍得有点干燥，又打起来了。野区里面现在是少人的呀，老干爹，感觉这个话依然给了一波机会。看到这个位置，康帝还在最后一次血，叫了一个闪现直接走。这句话闪现会平，哎，没有 Q 技能挂死 ，Q 技能挂死。哦呦，瑞兹这个地方闪现过去，一下爆炸果实，还没有上爆炸果实，直接给摁掉了。我严重怀疑这是塔姆因为开了一个回盾舔了一下。回头这一个位置拉拉回来了，盲僧，但是接着对于海南天崩地裂啊，这一波天雷滚滚技巧了之后，直接一波要打一波，打出一个纯哥甲，这个位置 Krama 站起来应该也是要给他交一个闪现，轮巴疯狂嘘嘘，现在只剩下 Krama 在往反方向逃，闪现然后家里有一个没中，那应该是可以稍微拉一下，感觉老干爹还是在关键时刻出了点小漏子啊。哎，这个位置回头继续打，被嘲讽到一个 Q 技能，哇，这个位置两个都要杀，这边羊刀叠出来了，而且后面再挑野火，便宜一下躲掉一技能，单杀两个，秀起来了。但是这边有一个速度非常非常快的凯南，看一下这里还要一直平 A， 再 A 两下，凯南想一想车厘子，这是真一打三啊，还要来这里，家里面两个人，阿卡丽好像守住了。回家，车厘子还在找人，还有最后一丝，这里卢锡亚是做，哇，现在分屏，但是家里面这边能不能推掉？哎，有点推不掉啊，这好像，但是反手远古龙这边呢？远古龙好像逼得不够及时，有点慢，这个塔姆拼命用舌头舔这个远古龙。这里看一下袁国龙能不能拿下来，跟时间赛跑，但是反手有一个轮子八，反 TP 这个位置，轮子八踢过来开始拆了，你方长板我登场，这个位置直接拆一个门压塔，阿卡丽出来，但一个人推不掉啊，而且水晶复活了，这个位置泡沫能不能活，后面带人过来，泡沫身上有个春哥甲过来被打出春哥，轮子八这波怎么说1000块的人头，六杠零要交了吗？一下一技能、哎、没中，闪现一把平 A， 1000块到手。哇，这个成员们，哎，上来踢了，但是踢到塔姆肚子里头了呀。这个位置阿卡没什么太好的办法，回头凯南开出个大招，但是没有办法呀。这里再加上一丝血，开出一个金身，防孙战阵亡。基地已经没有多少血了，这个地方一直平 A， 一直平 A， 老干爹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一波三折取得到了。